虽然正月周生回老家休假了，暂时不营业了，但是之前预留的饭可真多。这不，周深时光音乐会二新春祝福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光音乐人周深，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幸福美满，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，也要记得爱自己。周深和李克勤在录制我们的歌时，深深约克勤老师吃火锅，然后克勤老师立了 flag， 说可以吃辣。周深，克勤老师还好吗？好妥哦。现在是晚上7点多，我们吃什么的？吃火锅。你能吃辣吗？一点点可以。一点点吗？放马过来。内地有句话叫做不要立 flag。 结果在点菜环节，克勤老师点了清汤锅。你听，有人的 flag 倒了。立 flag。